大家好，我是方毅老师。我有些学生是钢琴老师，我会给一些作业时，在教琴时常会教到的曲子，像这首舒曼作品68《圣诞老人》，就是检定或考试常会使用到的。隔周，学生跟我说，这曲子一点都不像圣诞老人，有点恐怖、诡异。他学生超不爱，他女儿听了都躲起来了。曲子的标题 Cracked Ruprecht 指的是黑色圣诞老人，他穿着黑色的衣服，跟我们常常看到的穿红衣的圣诞老人是不同的角色。他是圣尼古拉斯的仆人，是会惩罚坏小孩，也有可能把坏小孩装到袋子带走。学生笑着回我，这样的故事介绍才符合曲子的风格嘛。